就是撩一下水嘛、嗯、然后用那个酸盐水再切点小米椒，那个蘸起才好吃。你这种炒来吃都吃饭了。好，肥料放完了，这周呢，在我们来点了豌豆豆，那边吃完了哈，这边就可以吃了，到时候你菜就有可以菜吃。对头，接得起，不至于吃不完，要吃不赢那种。我来打我。七八种子啊，乖。差一点吃不来一点。5块钱好多种子哦，那一堆豇豆，然后还有这些豇豆，全是一下才5块钱，比买菜吃划算多了。哦哦，对头对头，这些也要放的，放嘛。这儿藏了一个苦瓜，看不清，看到没有？苦瓜，这里还有一个小苦瓜，才长出来的。别弄到根子了。好。哎，10块一条。一根，哎，那根没得活了。那根断了。哇，好多，那里还有，那里继续。哇，在这儿，看到没？上次我都看到的。哇，到时候吃不赢，有没有人愿意来吃？愿意来吃。我请你们吃。要得。啊，这些好多小的哦。慢点哈。好。如果摔到那些，拉我就是。我拉不动你那么大一根。哎，你不是说小时候你在这儿滚下去过吗？在哪里？找猪儿滚下去。找猪滚下去的，我真的是。把杆看着把我抱。没把你摔着哟。没有，我把摔着。被猪滚下去了。大家好，你们眼前这个男人，小时候被猪滚了的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